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欢迎回到史莱姆农场第十季的第三集。这东西怎么还没有抓到黄金巨大胖胖史莱姆？已经过了好多天了哦。我在底下的留言区啊，有看到爸爸们说，可能是我的这台机器啊，它不是最最最最最高级的那种，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抓到黄金胖胖史莱姆。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今天呢，是我们在史莱姆农场第十季的第三天，可爱。那这第三天呢，他们是不是又变回来了、啊？没有，应该是没有变回来，是我看太习惯他们这么，我的鸡都变回来了。哎，不对哎，不对不对，就都马点呢，就都马点呢，我的鸡不应该要变回来的啊。哎，我不会要重调吧？可是之前的档案不用重调的这个样子，我之前养了一只超级巨型的荧光大大的天使史莱姆，应该都还在吧？哎，我的模组还在，哎，怎么不见了？就都马等呢，我必须好好修正一下这个问题。我就想说，史莱姆的大小是不是变得跟一般一样大了这个样子？好，我要先把它给调回来。今天呢，是我们在史莱姆农场的第三天啊，按错了，我们今天是调多少？七还是八这个样子啊？七，可爱，调回来了。然后这里的史莱姆也变回来，变成小小只，变大只，不知道它的产量有没有变多哎、欸。那今天是第三天呢，我一样又装了一个新的模组进去，可能是我装了这个新的模组，导致之前的模组消失了，可能会有点小麻烦哎、欸。这样子之后，如果我们要调的话，那这只就不要太大只好了，给它来个三。我没有对准，刚刚可能有某滴水原子变得很大颗了。那旁边还要再调大吗？旁边就不用了。它刚刚变大的时候，乖乖的两声哎，好可爱哦、喔。哦，你们怎么跑出来了？不行啊！对了。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我们现在可以新巨型的史莱姆了。没错，这是我这次装的一个新模组。你们跟我回去到远远的星球的地方。那我这次装的这个模组呢，不只是可以吸这些巨型大大的史莱姆。刚刚是打喷嚏吗？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好，那今天我装的这个东西呢，不只可以装这些巨大的史莱姆啊，我还可以抓之前我们都不能够抓的史莱姆。对，你没有听错，我们现在呢可以抓黄金史莱姆了。然后我把这边的鸡通通丢过来这里好了，给你们吃点东西啦。那些家伙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东西，非常非常非常的饿哦。然后呢，我们家的小蜜蜂已经开始在摘果子给他们吃了。那今天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东西还没有跟大家讲。今天呢，要是大家喜欢史莱姆农场第十季这个系列的话，每一集都有一个新模组的这个系列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那上一集的时候呢，我有跟大家说啊，要是大家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你们现在还在抓鸡啊，我们继续让他们抓鸡鸡好了。家里的鸡鸡明显有下降了一些些吧，那他们也在忙他们的结晶。那上一集呢，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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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们说，可不可以让我们家的那个叫做什么史莱姆啊，把它变成黄金史莱姆，看看哦，西莱姆，可不可以让我们家的火焰史莱姆变成黄金西莱姆？没有试过所以等我去试试看好了，好不好？然后上一集我还有说想让帕多史莱姆试试看嘛，对不对？但是我忘记了，对不起。所以等一下我们马上来试试看，先找火焰史莱姆来试试看好了。那我在底下留言看到最多最多的是荧光史莱姆有很多，然后蜂蜜史莱姆有一些，水晶史莱姆也有一些。最多的还是还有这个旋风史莱姆有一些，就是那个在天上很像星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自己如果从当中要选的话，我们已经有一只放大的荧光史莱姆了嘛，对不对？那我们来选一只放大黄金的旋风史莱姆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是一个星球，感觉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好，那我们先来把这几只可爱的小尖尖不要跑。我没有对准小尖尖，不要跑。我们先来让他们稍微放大一下，来个 2.5 就好，对嘛？这样才对嘛！不要再去玩玩具了，你也 2.5， 然后你这个家伙也给我 2.5， 还剩下没有对到，是不是？他在发抖。你也 2.5， 要啊？另外一只嘞？另外一只粘在他身体里了。另外一只，等下先吸起来，然后吐出。可能装新模组的时候之前有冲到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再重新调整一下下。好，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我们先去拿一点结晶来试试看好了，好不好？这边我们不好意思撞到你了，拿两个结晶，一颗结晶呢，我们要喂给我们的恶魔史莱姆来吃吃看好了。吃吗？不会吃吧？他们会吃，他们会变黄金的，会吗？变黄金的了。而且还是变两个，这是 bug 吧？然后我没有办法吸
黄金的这个史莱姆，稍微让他们变少一点点好了，好不好？他们现在是一，因为他们比较大，但是这里好可爱。我知道了，我们这个样子好了，好不好？我们这个样子，因为里面也有一些人说想要看到 Part of Slime 啊变成黄金的，你不觉得这黄金的恶魔超帅吗？黄金恶魔超帅耶！我们给他来个 0.5 有点太小了哈，来个0.7这个样子哦，一啦，一应该就是正常 size 的史莱姆大小。完了，对不到，先吸起来，然后弹出来。等一下，你这边的史莱姆先进来一下下，好，让我对到你。一，有，我们把它调成一，就会变成正常的史莱姆的大小，可以。但它其实是放大的史莱姆，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个原理。这样大家懂吗？这样大家懂吗？过去，好可爱。好，那我们这边就放个两只在这里好了，好不好？那剩下我如果给他们吃这些，他们会变异。所以我们今天让某一群，还是因为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一定要牺牲某一群，还是因为黄金这个东西本来就比较稀有，何不我们把黄金给他们吃这个样子？然后呢，这样子我们的黄金产量也不会太大，这样就可以控制我们不会。就是真的赚太多钱，这样子好不好？好，那先这样子。那之前答应爸爸们的来，我一定还是会做到，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之后要再找找还有没有一个小空地。我一直听爸爸们说啊，在我们这边还有另外，真的有哎、欸。其实上一季的时候就有爸爸说这里有一个小空地，我一直没有用到。好，那这里呢，我们就来完成大家的愿望，好不好？就来完成大家的愿望。所以这边先做个木栏，然后再放个加高。之后呢，这气王这个地方要放进去，最好来个结晶收集器，再来个喂食机吗？喂食机，好，来个喂食机好了。那这里养的是什么东西啊？这里都是在吸这些东西，可是那些家伙是吃那些东西哦，有点麻烦呢、欸，有点麻烦呢、欸。我们其实可以换个位置吧，换个位置，我想想看哦，这些家伙是吃地上的蔬菜的嘛，对不对？对，这些家伙是吃蔬菜。哎，话说我这样吸进去，它有造型哎、欸、哎，这个模组真的做得很厉害哎、这个模组真的做得很厉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看我的正下方，它是有那个的，它是有图示的。这个图示是游戏中本来没有的，是模组作者自己做上去的。啊、等一下，可是有点难吸，我快弄死啦！不好吸。好，我先把这边的那个结晶都吸得差不多多好了。来，进来，吸起来。不好吸，用力吸。好，先这样。这边的东西弄满的了啦啊，我们吸这边比较快啊，对不对？来，吸起来。那我们今天呢，除了玩玩模组之外啊，我还想去看一下我老婆的农场。对，我们上一集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说我们要去别的农场的地方去了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要去老婆的农场了。老婆的农场呢是从这个洞窟进去的。那我装了这个模组呢，大家还记得吗？我刚刚有说到，我们不是可以抓任何一只。史莱姆吗？在我们老婆家的快银史莱姆，正常来说是无法抓取的，没错。哎、我们其实可以用这个了。正常来说是无法抓取的，但是好不好？但是我装了这个模组之啊哟，我抓了这个模啊、装了这个模组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在家里养快银史莱姆。对，你没有听错。但是我不知道快银史莱姆的结晶，其他的史莱姆可不可以吃？可能要再多装新的模组，他们才能够吃快银史莱姆的结晶。总而言之，之后我们的系列就会越来越疯狂，好不好？你可以想象到有多疯狂，就有多疯狂。好，那这里通通丢进去，丢进实验室里面，这样怎么就很多很多很多岩石、水晶、结晶啊，有的没有的东西了？嘟，通通扔进去。好的，那我们现在终于不用就是放生他们了，只是有点难吸就是了，有点难吸，可能每吸一点点要放手一下下。好，那我们就先把这边的史莱姆呢通通带去外面这个地方，因为他们是吃蔬菜的嘛，对不对？其实地上的这些也都是蔬菜，所以除了喂给那些家伙吃啊，就是这里的史莱姆他们也有办法吃东西。一个飞走了，有一个想出国，各位 ，say goodbye 呀呀呀！好，吸起来，还是一样难吸。我以为装了这个模组会比较好吸一点，但还是一样难吸，我吸不太到他们呢。我不知道是因为装了模，完了，不知道是因为装了模组的关系变得比较难吸，还是，哎呦，难吸好像在讲一个人哦。进来啦，
不要再戳我了，快被你们戳死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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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最后一只，哇、哦，好痛好痛。好，那之后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家的皮蛋豆腐会不会把蔬菜给他们吃？希望会，好不好？希望会，他们就在旁边而已。行行好，帮点忙好不好？喂给他一些东西吃。好，那我们刚刚还说我们要去抓，哎，上面那边有一只，上面那边有一只逃狱的，逃狱的。什么时候爬上去的？来来来，飞起来，飞高高，吸起来，吸到了，吸到了，吸到了。好，我们把不秀把这只送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耶、yeah! ，就可以那个，就可以把我们的那个我们要去哪里啊？对，我们要去那个，我们要去一趟玻璃沙漠、琉璃沙漠、玻璃沙漠的样子哦。玻璃沙漠，我刚以为逃狱了，没事没事，没逃狱没逃狱，好痛哦。然后顺便回家一趟好了，看看奇迹俱乐部有没有钱买东西，我们可以升级洞窟哎。好，我们来升级一个洞窟好了，7500块，各位。装饰器，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要10000块钱呢、欸。买买，顺便换一下我们家里房子的颜色，好了，好不好？买起来。史莱姆奖杯，这个超可爱的，但我们还现在还不能够买的样子。好，我们扣了好多钱，剩下2013，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8年前，我不会算数，是8年前吗？来，我们买了新的两个颜色，一个是柳绿，哎呀，好好 bling 哦，太亮了，太亮了，完美，桃子。好了，我们来个柳绿好了，好不好？好 bling 哦。然后我们的真空器来个完美，换一个紫色，还好哎、欸。我看看柳绿，都如果都配柳绿色呢？全部都配柳绿色的话，这个有点屎黄色、屎黄色的感觉，我喜欢。好，我们去一趟那个琉璃沙漠、玻璃沙漠，然后去把星空抓回来。这个是，我这个也可以，可以。哎，你看，真的是什么造型都有，真的是什么造型都有，好酷哦。那这些史莱姆会吃帕豆结晶吗？会吃吗？不吃。不吃，因为我没有装帕豆结晶的模组。好，我们现在这边有一只了，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多一点这个玄武史莱姆的样子。这边有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够不够啊？五只大家够用吗？还是我们要再多一点点啊？再多一点点好了，好不好？我们再多一点点，可是不知道去哪里才可以找到更多的琉璃石啊，那个玄武史莱姆哎。看看哦，这个先丢进结晶市场好了，不然占空间嘛。我等一下回去的时候，顺便还可以整理一下宝宝。这里有吗？啊，这里好多只哦。好，我们就来这边抓好了，这边蛮多只的这个样子。来，偷偷进到我的枪枪里面，好漂亮哦。啊，对了，顺带一提哦，我装了这个模组之后啊，大家可能想说，阿森，可是黄金史莱姆不是很容易逃跑吗？对，我装了这个史莱姆之后呢，黄金史莱姆再也，好不好？再也不会逃跑了。没错，你没听错，这个模组呢，让我们可以在家里轻轻松松养正常的黄金史莱姆，听起来超酷，对不对？而且连快银史莱姆啊，也都会可以直接抓到我们的枪枪里面。好，我们带回了十四只旋风史莱姆，以前是叫做玄武史莱姆嘛，对不对？好，十四只好像有点太多了，我们不要太多好不好？来个10只就好。10只，怎么我嘴里讲10只，结果用的不是10只。然后这里有些东西，我们就带回去，太久没有清这边的东西了啦，好多钻、哦，有那个钻石史莱姆化石丢旁边，马上看到新欢就不要那些烂东西了，还有没有珍贵的东西啊？有一颗好钻，好2颗钻石，各位，我真的觉得这边好容易出好东西哦，超级容易出好东西的。然后大家有注意到我已经很久没有那个吗？塞机器下来，对，我就是给他那么有一点点懒啦齁。来，你也跳个脚哈，你也跳个脚哈，大家都跳脚，我先回家。好，晚上了，快，我还想去看看老婆家的东西哎，不觉得晚上模组的东西一下就没了吗？那今天呢，还没有跟大家说啦，我每一集都会跟大家说，有什么有趣，好可爱，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互动可以跟大家玩嘛，对不对？我们要直接去我们后面那个地方。那今天要是大家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呢，好不好？我想想看哦。你帮我决定，我们要养一笼快银史莱姆，还是一吓我一大跳，还是一笼那个一笼黄金史莱姆？黄金史莱姆其实我们家里已经有那个，已经有就是放大版本的黄金史莱姆。但如果大家想养一笼黄金史莱姆的话，一样跟我说好吗？他们应该都是假的吧？希望是假的，好不好？是吗？我怎么听到传送的声音啊？这里面一定有真的。有，为什么你们肚子饿饿啊？没有吃东西吗？吸进来哦，幸好我现在可以直接吸了，又发生这种事情哎、欸，
怎么会这样子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好好好好，你过来，你过来，哎，消失了，消失了，你过来，你过来。奇怪，他们明明就是肚子饱饱的，还是我那个机器动得不太够快啊？可能要再让它动快一点点。两格，我记得我上次已经调成两格啦。那你过来，好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我放了很多食物在里面，你们肚子饿的话，请自取好不好？自己拿，自己拿。好，这样子应该够你们吃了吧？谁还肚子？为什么你们都一直肚子饿吃东西啊？塞了一大堆东西给你们了，塞了要吃啊，塞了要吃，好不好？乖乖的呢，乖乖的呢。好，这里还有是真的吗？应该都是假的了，应该都是假的了。好，那我们速速的把我们的旋风史莱姆换一个地方养，养在洞窟里面。对对对对对，我刚刚继承外面是有空位了。那我们放完，顺便去看一下洞窟有没有变得很漂亮，好不好？啊，多了好多水晶，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黄金结晶，有黄金结晶吗？没有黄金结晶，哦，被吃掉了，变三只了，变三只了，有黄金结晶，不然还是一开始就有三只，应该是有，应该是有黄金结晶，但是被吃掉了，好笑，哦。好，那哎呦喂啊，这里个吸起来，然后你怎么又跑出来，进到我的枪枪啊，怎么都进不去，好，丢进去之后，你也怎么跑出来，进去之后，哦，吸满了，等一下结晶你们有没有在弄啊？我看一下哦。皮蛋豆腐没有在用结晶，好，处理一下结晶处理，丢到哪里？丢到，从哪里？从结晶收集器丢到我们的这边有小市场吗？启动，小市场应该在那个方向，对不对？有，这边有小市场，所以你应该要做点事吧 ？Hello， 你是不是应该要做点事情的？还是这里是结晶炉啊？精炼器啊，那边是精炼炉，那边是精炼炉。好好，你做点事。然后我们来把这里的旋风史莱姆丢进去，之后这个东西丢过来之后呢，我们再来把黄金结晶带进去。我今天真的是有点乱糟糟的，进去，不要闹，他们肚子很饿吗？你们肚子很饿吗？你们不是有在吃东西？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啊，应该都是吃饱饱的才对啊，吃饱饱就不要闹啊。给你们买音乐厅，乖乖啦，好不好？乖乖啦，好不好？好，乖乖啦。我看一下哦。马赛克史莱姆喜欢玩什么玩具？带个玩具给他们好了，不然他们好暴走哦。已经半夜了，我想去我老婆家。等一下，把这个东西丢进去。然后，给小尖尖们吃点东西之后，我们家鸡变少了，太好了。好，买点小玩具。这里呢，有没有是我们新的史莱姆喜欢的？这个是给旋转史莱姆，就是我们那只史莱姆喜欢的东西。然后这个是马赛克史，他们喜欢舞厅球跟螺旋仪，这可以吸起来吗？我撞到这个模组，没有办法。好，哎，差点出车祸。过去，我今天一定会去老婆家的，大家别担心，好不好？大家别担心，免烦恼，给他们玩个玩具，希望他们会开心一点点。好，那黄金结晶，快！好忙哦，忙碌的阿神。超级忙碌的我，好，黄金结晶，我们这边还剩下六个，先来个两颗好了，他们之后就会慢慢的变多了吧，变多了吧。好，来，我们把黄金结晶丢进去，这个是爸爸们底下的留言，好美哦，超美的啦。好了，这里好像也需要帮忙吸一下，来，我们快速的把这边的结晶吸起来。然后之后先扔到这台机器里面。Oh my god！ 嘘！好，没事。哦，差点出意外。好，那这样他们吃什么东西？他们吃水果嘛，对不对？这边有水果吗？这边有水果树吗？各位，好，先把东西吸起来。好的，然后就把东西扔进去。有，旁边有水果树，有看到吗？旁边有水果树。好的，那这边东西用完之后。他也在弄结晶了，很好，我来看一下啊，这两只小尖尖，不是小尖尖，这两只小蜜蜂有没有在做事？好，你不要再采蔬菜了，你先要采水果，来自我们的花园，进到我们的木兰区，这边有食物喂食器嘛，对不对？看一下下，有吗？啦吧，可能啦。好，那东西都弄完之后，我们把这只史莱姆送它出国，等。有个其他的地方可以送他出国，我们今天去老婆家好不好？走咯，我们要出发去我们家的老婆家。
到了，第一次来啊，居然是晚上。好漂亮，他家有卫星哎！这里呢是我老婆家，麦尔斯有够可爱，超高作业呢。你看，你看，好漂亮啊！那是我老婆住的地方，远远看有没有看到那边？好，我们现在只能够从这个地方走进来。哦，超漂亮的啦！然后我们来接一下老婆的电话。你怎么算来的？啊，接下来时间紧迫，那我就直入主题了。你现在站的地方是位于迅捷峡谷的边缘，我的领地之一，也是极为稀有的水银史莱姆啊，目前已知的栖息地。你在这里看到了一切，一切都是我的财产，包括我也是吗？也就是说，只有我才可以使用迅捷峡谷中产出的水银结晶牟利。绝顶聪明，再还用你，我偷装了模组，其实我也可以。收获水银结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只有像我这种专业的史莱姆主才能够掌握。但我这个人忙得不可开交，好可爱的表情，看，不仅要管理农场，还要应援地球上一大堆麦尔斯科技产业。所以我需要你去峡谷那边帮我料理这些，字不用说，该有的报酬还是会给你的，我不会让你这个小工分不开心的，好可爱。好，我听着，我话只说一遍。首先，你会发现，我已经用一些最高科技的麦尔斯科技装你那个破烂的真空箱。不过这些科技在峡谷之外都无法使用，别开心的太早。我老婆真的好美哦。当你进入迅捷峡谷，以授权的麦尔斯科技就会启动这些改装部件，同时还会帮你换上一个新的真空储存槽，不用担心那些破玩意儿会还给你的。接下来呢，使用传送器前往迅捷峡谷收集水银结晶就是了，具体的细节等你到了那边之后再跟你解释。不过我还是先跟你说说概要。迅捷峡谷的水银史莱姆一般都是休眠状态的，只有你打开这个发电机发出脉冲之后，他们才会活跃起来。但这个发电器续航能力有限，必须充电。水银史莱姆以电力为食，由于他们移动速度极快，给他们喂食唯一方法就是使用真空枪以及向他们发射闪光弹。收集了结晶这件事情就不用操心了，我整个山谷都布置了麦尔斯高科技装置，可以自动收集结晶。发电器关闭之后呢，只要回到这里上缴水银结晶，我就会给你发工钱，金钱至上。你每存入十个水银结晶，我就给你一部分的提成，如果收集的够多，我会给你额外奖励的。先让你体验一下魔奇大人的特殊优待好了，而我会透露给你高利润的结晶价格的内部消息。不过别捏着它过日子，我跟你可没有那么亲啊！赶紧去收集水银结晶吧。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的话，可以使用传送器去挑战山谷中难度更大的地方，不去也无妨，反正你也知道自己还嫩得很，慢慢来吧。好可爱啊，那个土神的表情，我的枪升级了哎！史莱姆百科新员工手册，好。这样我就不用浪费口舌了，好可爱，那个图示好可爱哦。好，我们要怎么看呢？这里魔奇的水银工作就是要去找到这些东西，依稀还记得啦，我们过去看看好了。他家真的好漂亮哦，我现在好像还没有办法去他家，要等之后跟他感情度比较好的时候才有办法去他家。那这边有两个入口，这是 A 入口，这里是 B 入口，两个入口都可以使用。那没记错的话，哦，来了，欢迎来到迅捷峡谷。接下来，我可爱的老婆，接下来启动发电机，这些水银史莱姆就会动起来了。好，我们启动发电机，来了来了，准备开工 ，Go！ 我们要给它喷东西，对不对？对，然后这个闪光弹，然后之后要喷它们。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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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会干嘛？我忘记了，就会产出结晶吗？闪光弹好像是让它们亮亮的吗？哦，他们就会产出结晶吗？好像是好像是然后闪光弹喷他们，对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可以收集这些东西，之后去一些特殊的地方，上面可能还会有一些额外的特殊道具。好痛好痛好痛，就就有点 FPS 的感觉。然后不止一条路可以走，你就这样收集这些东西，然后这可以让你补充体力。这个是电浆球，还有缓速立场，例如这个样子。然后快银结晶啊，快银史莱姆在里面就会变得超级超级慢。你知道在这里疯狂对他们射击，有没有？你的结晶就会超级多。我好希望也有这种全自动的那个机器哦。好，蛮多只的，超多结晶，超多结晶哎！我记得我以前可以拿到200多个，现在好像不太行了。好，我现在已经没有子弹了，必须往前跑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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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们这次走不一样的路好了，每次他的路都不太一样。好，这边子弹嘎的，然后体力。补一下体力，穿过圈圈，我有点忘记穿过圈圈可以干嘛嘞。然后上面还有，我们上去那个地方，看看好了。来，这边是静电吸附，忘记是干嘛的，试试看喽。哦，好像是可以，
哦，它是一整圈，可以让那只史莱姆周遭都有那个，周遭都有那个会让史莱姆喷出结晶的东西。好，我们已经很久没玩了，所以第一次我们慢慢跑，不用跑太快，好不好？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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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它马上变得很像黄金史莱姆哎，啾啾啾啾啾，超可爱。哎呦，那它有时间限制的样子，我们看到我们枪上面还剩下40秒，那个就是我们有的时间。那采到这些结晶之后呢，就会跟摩奇迈尔斯换东西了。上面好像还有哎，我之后等一下绕一小圈，然后看一下这里的地形好了，好不好？好漂亮哦，上面可以上去吗？好像不太行，好像没有办法飞上去，有点好奇耶。反正我时间剩不多了嘛，对不对？18秒，都没射中吗？真的是 FPS 耶，好可爱哦！来来来，射中几击，啾啾啾啾啾啾啾，剩9秒，我就随便乱射啦，好不好？来喽，啾啾啾啾啾啾，好可爱！我记得我以前就是拿了200颗以上哎，超级多颗的那种啊。时间到了。那这些史莱姆应该就会消失了，这个样子。好，我们到处晃一下，你看这里还有别条路，如果你走左边的话，就从左边那边出来，然后走这一面的话，就是从这一面出来。还会有吗？还有啊，我可以把它带回家吗？我可以把矿石史莱姆带回家吗？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矿石史莱姆们，等一下哦。照道理来说，不行。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可以抓走矿石史莱姆的样子啊。我抓到那个模组，不行，不行。可能用别种方式可以把矿石史莱姆抓回家，之后我们再来学学看好了。为什么又补充了一个？等一下，等一下，又补了一个11分钟进来哎，都是的，都是的，连续出发2次吗？我记得以前是时间到之后就结束了，可能是我装了模组，让我在这个地方有好多额外的时间吧。可能。好，那我们剩下的就不用了，好不好？我们剩下的就不用了。我体力回不回来，我们剩下的就不用了，我们剩下的呢就等那个不用等时间到，我觉得等到时间到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何时表，它的时间变好长哦，可能是我乱装模组的关系吧，是咪妈塞呢。好，我们这次再走走看山洞，看有没有漏掉一些东西好了，我是不是还有一些特殊的造型还没有拿到，好像又走了一小圈了，目测这样看起来上面还有路吗？好像没有路了，但是那边好像可以跳上去，我们等一下吹看好了，好不好？来喽，各位。对啦，以前时间没有那么长啦，以前时间就是刚刚那样子，短短的，大概3分钟、5分钟而已。对，上面那个是什么？我刚刚才收到哎，矿石史莱姆的。来喽，各位，是吗？是矿石史莱姆的吗？是，变黑色的了，好酷！这是什么东西啊？好可爱哦。好了，我们要回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抓他们，也许等我再去看看好了。也许有什么模组没有装，对，我们还好像还没有办法抓矿石史莱姆。这样子，今天大家大大的喜欢，要留些什么东西啊？让我想想哦，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互动的吗？还是一样好了，好不好？还是一样，我们一样让大家选择你们想要看到我们养翼龙。黄金史莱姆还是翼龙的这个史莱姆啊？如果大家决定是翼龙矿银史莱姆的话，我再去研究好不好？我再去研究怎么去把这些史莱姆让它装进这个迈尔斯的特殊枪枪里面。好，我可以让它暂停吗？不行，让它暂停。好，那我们就回去直接找迈尔斯喽，摩奇迈尔斯，非要我浪费口舌吗？好，我已经抓到很多只了，所以这应该是模组的东西，让它一直跑，抓到75个。10个他就会给我一点钱，然后右上角看到好感度吗？对，跟老婆的好感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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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特殊奖励是老婆更爱我，是不是？好像也没赚到多少钱啦。对，75个奖励。好，我们就先回去咯。你看我们的枪变回来了，我在猜应该用我们的枪去抓矿银史莱姆，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好啦，来到了大白天了，我们差不多可以回家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史莱姆有没有那个，它这里的音乐还是里面的音乐，好久哦。来看一下我们的史莱姆有没有喷出，哦，这边的东西用完了，然后食物也用完了，结晶它可以烧掉吗？看一下烧，结晶烧了好像不会增加，对不对？对，结晶烧了不会增加，但我的黄金结晶呢？他们好像不会抢黄金结晶哎，但这几只会吧？不要跟我说不会，他们还没有东西吃。吃点东西啊，吃点东西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已经要白天了，已经要白天了，来给你们吃。他们会吗？会，他们会。好了，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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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里之后我明天的时候再来清好不好？ Alright， 今天的史莱姆农场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我们的农场终于变干净了，然后东西也越来越多，这是什么？明天再看。Alright， 今天的史莱姆农场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模组越变越疯狂的史莱姆农场。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知道下一集究竟又会再多出什么样子的模组呢？大家还敬请期待咯。那大家除了留下大大的喜欢呢，也别忘了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你想看到的是我们养一篮纯洁的小小黄金史莱姆，还是一篮纯洁的快银史莱姆。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See you guys， 拜拜。